这是我给小唐买的蛋糕，怎么被你吃了啊？你给我吐出来！冤枉老板，小唐这不是忙着没空吃了？啊？嗯？还在打呀？都快两个小时了。那你怎么不去劝劝他呀？不去。嘿，哎，我说你现在翅膀硬了，敢跟老板顶嘴了是不是啊？去，劝他过来吃块蛋糕。行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你这网管也别想当了。啊，我去，希望他天天打磨到十级，不希望的也是。这个转换的时机真的很难。嘀咕什么呢？你想说什么？这不是打得挺好的吗？去休息一下，喝点水。暂停是为了更好的胜利吧？啊？你这是在讽刺我？时局时败，哪里好？输了十次。第一局你跟魔道学者打，19秒连中了三个陷阱落败。第二局是战斗法师，22秒结束，打出了一次反击。第三局是鬼剑，26秒后落败，输在没看清局面，但磨掉了对方半管血。第四局33秒，第五局41秒，还有刚才的第十局，你坚持了整整1分半。虽然都是输，但你在进步。同样的亏，你不会吃2次，这你是有感觉的吧？我的目标是打败对手，不是来跟他们数秒的。这就难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最后一局对战魔道学者，虽然你支撑了前所未有的1分半，却接连中了他3次陷阱。对方开局就骗你出了全部的大招，后面的龙牙和天机也打得太早，被对方格挡了1半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过穿刺梅会导致心律不齐啊？什么玩意？荣耀的 PK 除了技术，很多时候是心理战。打法刚猛是你的优势，要是被人牵着鼻子走，那么刚猛就会成为你的软肋。又有 PK 了，加油冠军。小唐，你都打了2个多小时了，休息会儿吧，吃块蛋糕。小唐，我现在呢，让我跟他打一把。我现在特别想要 PK， 我来打，我来打，哎，交给我就行了啊。吃点东西啊。